干，坚定，温柔，充满力量的台湾人，所有同学，所有伙伴，大家辛苦了，大家好。在国会议场里面，我们已经待了13天。在过去这13天里面，我们流过泪，在街上的同学们也流过血，受尽内心的煎熬。很多伙伴都说过好想回家，但是我们没有离去，坚持下来了，把国会守住了。在国会议场周遭，所有的同学露宿街头，风吹日晒，也在街头住了整整13天。各位，我们的行动已经创造了台湾历史上永远不可能磨灭的一页。从占领国会那一天起，我们就已经写下历史。这个历史不是因为我们占领了国会，而是因为我们在占领国会的行动当中，对台湾现行的宪政体制、民主制度提出了最深刻的反省。我们的行动在台湾与中国的关系之间，我们也做了新的定义。我们告诉政府，台湾的未来属于全台湾2300万的台湾人民，台湾的未来应该由我们自己决定。这13天以来，很多的焦点都放在这个运动里少数的个人身上，但是我必须在这里跟大家说，这个运动的成就绝对不属于任何一个个人，不属于我林非凡，也不属于陈维霆，而是在议场里面所有的伙伴，以及在议场外面坚守13天所有的伙伴。这个成就属于全体参与这场运动的所有同学以及所有公民朋友。大家把太多的焦点放在我们身上，很多人用总指挥称呼我跟陈维霆，但是我必须跟各位说，这场运动绝对不属于我们个人，这场运动属于在座的各位
以及所有的伙伴，人民就是这个国家的总指挥。而现在我们要指挥的对象就是一个已经脱序的政府。马总统，请你接受人民的指挥。我们提出来四项的诉求：第一，退回服贸协议；第二，建立两岸协议监督条例。我们要的是专法，而不是行政命令。我们要求先立法，再审查。这项诉求从我们进站国会的第一天起，我们就一直坚持着，没有改过。任何舆论的误导都没有办法分化我们，削弱我们。我们第三项诉求，希望召开公民宪政会议，因为当前的政府已经丧失了他根本的统治的正当性。只有由公民发起，邀请台湾的各界政治与社会的代表，才有能力在现在的僵局中开创新的历史，解决现在的困境。我们的第四项诉求还是要回到国会，希望朝野的立委跟人民站在一起，支持人民的诉求。我们为什么要进站国会？从第一天起，我们就说得非常清楚，台湾现行的代议政治、民主制度已经在行政权专擅独大的情况底下被摧毁殆尽。我们现行的代议民主已经被党纪、被个人的意志鲸吞蚕食，已经无法回应民意了。正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我们占领国会，夺回属于人民的国会。各位，马总统昨天召开了记者会，他的言语听起来很温柔，他的面目带着笑容，仿佛好像已经接纳了我们，聆听了我们。但是各位，昨天马政府的这些回应并没有任何一点具体的承诺，也因此我们占领国会的行动还无法停止。
坚持下去。我们也知道，所有台湾的公民朋友也会和我们一起坚持下去。今天绝对不是结束，今天50万人站上街头，我们又写下了台湾的历史上新的一页，请大家给自己一个热情的掌声。从学生运动成功的串起台湾的整个公民社会，这已经不是学生自己能够达成的事情，这必须是由台湾所有的公民朋友展现集体团结的力量才有办法达成。这个胜利，这个成就是属于所有台湾人民的。7点钟了，我们说到做到。在这一场行动之前，我们说得非常清楚，今天这场集会是一场和平非暴力的抗争，为的是要展现台湾人的集体意志。昨天我们向马政府喊话，我们说今天的集会7点钟我们会准时结束。各位，此时此刻我想邀请各位朋友转头看看你身旁的朋友，看看他们的脸，认识他们，互相留下联络的方式。不要笑。互相留下联络的方式。从明天开始，从你为中心，认识你周遭的7个朋友，约定好，从礼拜一到礼拜天，排好你们的班表。排好你们的班表，到国会报到。今天不是结束，但我们7点一定要结束。凯道的这个行动，我们将在这里告一段落。所有50万的公民朋友，我们在这里再一次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。举起你的右手，举起你的右手，
50万人，马总统，请你聆听人民的声音，请你聆听所有公民朋友的声音，请你聆听台湾人民的声音，我们一起喊马总统，马总统出面回应，出面回应，具体承诺，具体承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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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退回福茂，退回福茂，捍卫民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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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退回福茂，退回福茂，捍卫民主，捍卫民主，退回福茂，退回福茂，捍卫民主，捍卫民主，具体承诺，具体承诺，出面回应，出面回应，先立法，先立法，再审查，再审查，先立法，先立法，再审查，再审查，先立法，先立法，再审查，再审查。